真的啦，真的。大家知道什么系吗？很明显的啦。嘿，没错，就是建筑系。来，欢迎建筑系的代表。嗨，嗨，同学，嗨，欢迎啊，嗨嗨嗨，来介绍一下你们今年的主题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甜甜的。哦，甜甜的，哇塞！甜甜看到我们两个，会不会有觉得甜甜的感觉？有。哦、我超甜的、欸、我是穿雨衣为了防止蚂蚁。我每天身上都在长蚂蚁了。哎、欸，对，你还没自我介绍，你是谁？我是建筑系的系会长，我叫企鹅。企鹅。企鹅。有像。为什么叫企鹅？哎、欸，你不要这样攻击人家。没有，可爱，宝玉类呢。哎，那为什么你们想选这首甜甜的？因为我们建筑系平常啊都一直在熬夜，感觉生活过得很苦，所以我们想要用甜甜的这首歌来代表我们还是有热情的心。哎，这边有建筑系的老师在反应了。所以说人生啊，不管再怎么苦，都要抱着一颗乐观甜甜的心来面对未来，对不对？熬夜赶图是我们的宿命，牺牲青春只为构建理想，竭尽全力做好每一件事。请听我们的声音，你将会刮目相看。让我们掌声欢迎建筑系。